中信特工篮球队校园巡回活动首站前往了新店区的安坑国校，除了与安坑篮球校队进行友谊赛，另外呢还与小朋友组队参加趣味竞赛，现场热闹滚滚，欢呼声不断。中信特工篮球队展开一系列校园巡回活动，首站就来到新北篮球强校新店区的安坑国校，球员与英雄式现身，立即引起现场近300位师生骚动，欢呼声不断。这次中信篮球队是由队长李学林李军，他也代表球队致赠全队签名球衣给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中信特工队呢，是我们国内直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队伍。那这次有机会可以跟直男来做这样子的友谊的一个练习，让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学习的榜样跟一个目标。活动首先安排中信特工球员与安坑国小男篮及女篮校队进行友谊赛，虽然身高有所悬殊，不过安坑国小篮球队还是使出全力，展现最好的一面，让中信特工刮目相看，也肯定学校栽培基层的用心。其实蛮有缘的，之前我在大雅国小当教练的时候，有跟安坑国小就是这一批有打过，对他们球员其实还算是蛮了解的，尤其是那个康康教练，对于他们对基层栽培篮球的这一方面，其实他们是蛮用心的。今天有见到你心仪的球员吗？有，阿巴西。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很高，又长得很帅，球又打得很好，而且他还是外国人。这场活动的高潮则是中信特工队与参加的小朋友共同组队所进行的趣味竞赛，由投篮及井字连线游戏搭配的比赛，不仅考验球技，也考验脑力，带起现场欢乐气氛，让安坑国小师生留下深刻难忘的回忆。中信特工也期待能够借由校园巡回种下更多篮球种子，让学生族群可以更进一步接触与喜爱篮球运动。记者陈明、张明琪，新店采访报道。